喝的可口可乐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啊，可口可乐没有塑化剂吗？没有。没有。那什么饮料有塑化剂？猪跑。还有呢？你刚才说没有塑化剂的啊？啊，你喝那么多了，到底有没有塑化剂？可口可乐？有没有塑化剂？哇，我看你可乐都快喝完了，你才讲这样子。那我们买果汁好不好？现榨的果汁。果汁在那里也有。也有。果汁塑化剂多不多？啊，那你以后在外面不要喝饮料哦，啊、哦，不要买饮料了。我们今天来这个地方是哪里啊？永安。有没有比布基好？没有啊。没有啊，布基比较好玩了、啊。可是你的永安吃的东西比较多哎。啊，你看安排一直吃，安排一直吃，安排吃这么多，你看。刘姐给一中哥哥喝哦。